也相近，爱国爱乡，试问谁比得上今生把故乡的至亲。遇着台山人，乡音更亲近，细数往昔，看未来豪情难自禁，路遥何惧阻困。从前梦想途今，饱经风雨聚散，赤心壮胆，即使老天倒塌，我是台山人，傲然阔步行，途上遇海浪，心中更激奋，别要对我阻拦，凭情力够上身，中国是我的根，永不变质，他朝纵使发达，我就是台山人，台山人，谦虚更谨慎，向世界出发，仍然稳打如稳扎，戒粗之过今，曾落后台山人，常思考怎么办，变革创新向上游，为时仍未晚，望洋何用轻叹，从前梦想途今，饱经风雨聚散，赤心壮胆，即使老天倒塌，我是台山人，大家好，我今次拍摄视频的地方是这个台山市冲捞镇潮中村，这里就是冲捞镇，我们去看看这个潮中村它具体的地理位置是在哪里，这里冲捞，这里潮阳，这里是潮中，潮中村就在这个位置，潮中村这条村呢，啲村民咧就係姓陳啊，舊時呢度咧潮中都係屬於六村嘅，但係咧而家咧並到沖溜啊，叫做潮中村。潮中村咧距離台山台城大概有22公里咁遠啊。下邊我哋去睇下喺呢個潮中村拍攝嘅視頻。
嗰啲紅包係咪？Oh.
We'll be right back.
快啲啦！呢度夠啦，呢度夠啦，夠啦，呢度。先讀啲個名啦嚇。你名會温馨而放，你要幾多錢？喂，企隔離啦，係企開少少，企開少少，企喺我哋嘉賓啊啊啊抗麗嘅隔離嚇，每一對抗麗嘅隔離啊，好嗎？係我哋嘅頒授牌匾嘅嘉賓，企一企我哋每一對抗麗嘅隔離嚇，你係負責頒發俾邊個嘅咧？你企一企啊，佢哋兩公婆隔離啦嚇。是的，是的，我們的舞台要讓入位。好了，首先拍一張我們即將頒發牌匾的 照片先，望望我們正中間的鏡頭這一邊。是的，好，然後呢拍兩張之後呢，就請頒發牌匾之後呢再合影留念了。好，請頒發牌匾。將牌匾交俾嘉賓貴賓嗰度，然後咧再企埋隔離咧，請合影留念。喺呢度鄭重感恩代表我哋潮中村嘅我哋嘅全體宗親，感謝我哋呢一班嘅捐款之星，我哋嘅各位夫妻抗麗嘅慷慨解囊，支持我哋本次嘅村容落成剪彩同埋我哋嘅聚會慶典，感謝大家。系啦，企埋位，我哋嘅颁授牌嘅嘉宾都企埋位，请共同合影留念，望向我哋正中间舞台嘅摄影师区域。然后咧，再逐一逐一安排同一个服饰，一个企一个位置啊。然后咧，我哋就系逐一逐一安排企几多行啊？呢、这个睇及1、2、3、4、5行啊吓。首先邀请我哋。長者一輩的我們姑婆的姊妹上來海外的哈，海外的你先就坐先。好了，我們的姊妹代表去喊一喊先，講份要講回上喊就行了。好了，就是出嫁女兒合照啊，聽兵嗰張硬堆裙啦，硬堆啦，係咪啦？老人家張姐嘅低眉拖，擺過來，好起先咯。如果係向唔近咧，喊熱佢嚇，喊埋人咧，姑婆啊，長輩啊，上來拖阿熱行。快啲過嚟，長者先啊，過嚟就坐先。如果仲唔夠位咧，我哋後邊再加一行凳仔，企高上去。係啦，文咧，老人家張姐啊，姑婆啊，啲妹啊，拖累，係啦，發搖嗎？哦，仲有留影區嗰班姊妹啊，快啲翻過嚟啦！我哋喺舞台正中間大合照啦。係，我哋等陣間中午之後好多時間俾大家啦。开心影相嘅吓，影咗大合照先。听病拖人啦，张姐噶，捞面假噶，你喊上佢，系啦，喊上佢吓。后省嘅佢转步过嚟吓。依排依排来，依排依排来。好啦，外拖好听病，张姐依排听。系，咁咧第二排咧。啱啊，同一個服飾就企一排嚇，係，係咯，紅衣嘅服飾就向後邊依排坐啦，
葵奶，葵奶，葵奶的江姐姑婆坐下，系啦系啦，系啦，帮我安排一下，啊，红衣的服饰企于后队，企下来，其实企下来一行，系，啊，我哋有啲姊妹有冇带家人诶、今日翻村啊？啲袋可以俾我哋啲家人咧诶、稍微啊保管一下先。因为影相嗰度有架一样嘢呢度哦，手攞住又得吓，好嘅。红衣个服饰企依条队，企唔晒就企两条。红衣个服饰大牌灰红色噶吓，啊呢、这个凤凰啊好靓啊。呢啲凳仔移一移开先啊，未入唔系我就炸咗我哋企位，企几个位啦。黄色之后点点啦，黄色之后点点。我叫一号、二号、三号，我个一直倒牌上去吓。我哋嘉宾席嘅姊妹，嘉宾席嘅姊妹，我哋嘉宾席嘅姊妹，阿兄姐啊，阿兄姐，按旗袍咧，按照一号、二号、三号咁样，全部按照序列排吓。好嘅，好嘅。如果人数咁多嘅话咧，我哋而家系要咁样啊，后边嗰排啲后生嘅靓女要啊，用我哋啲凳仔要企高吓，啊，再担多啲凳仔嚟，再担多啲凳仔喺舞台上边去。我哋本村嘅筹委工作人员，唔该。请艺啲妹啊，军装硬身嘅时候都拧低下低嘅啦。当宵阿盲堆，唔该，我都兄弟。系啦，让开咧吓。哎呀，嗱，系咪叔父来帮我啲后生妹啊，弟啊？系咪后生过来帮手啊？快手指人咧，哥哥，人咧叔父啊，嗱咧，哎呀，条奖读几耐啦，真系。好，我哋啲姊妹首先咧，按照我哋呢个茄子 ，OK， 我哋。再望一張下，嚟一、二、三 ，OK， 我哋可以，大家可以望下我哋嘅無人機，大家可以同我哋嘅無人機揮下手下，嚟一、二、三，揮下手。好啦，我幫大家咧指揮六個口號啊，用日到機團嘅話講，我會娘家咧。我们会娘家了，从老话叫讲啊，我哋嚟自己讲话嚟试一下听下，一、二、三。拉长气呢吓 ，OK， 阿艾生咧就得啦吓，准备啦吓，我哋嘅摄影机为大家录影下，攞啊！攞好人啊嘛，请起啦吓，艾生咧望住个飞机吓，我准备啦，一、二、三，准备咗礼物俾大家噶吓，所以稍等一阵吓，稍等一阵，稍等一阵，我哋都唔知咩回事喎，睇下先。哦，天堂散啊！啊，人都派的嘛，人都派的嘛。好啦，一年一把亮亮之伞，哇，翻屋企喎，啊，有啲咁嘅习俗啊，啊，好寓意吓。好嘅，好嘅，咁咧企后边嘅姊妹就小心吓。好，有咧我哋嘅筹委组姊妹派一下先。啊、一人派一把靓靓姐，八十岁以上的长者老人家的孝敬红包啊，
咁首先咧，系大家要注意听下名单啦，吓，好嘛？我哋嗰啲家人都要听一听，系咪你哋屋企人嘅长者啊？吓，陈炳耀，啊，陈炳耀，系啦，开镜啦。可以，如果我哋嘅长者老人家咧，今日咧，喺屋企啊。或者暫時未喺現場啊，我哋嘅啲家人啊上嚟啊嚇，係陳千婷，千婷慶，英年一個名，一係你就喊喊老人家嚟，梗係老人家嚟最好嘅呢，係啦係啦係啦，陳燕對。陳瑞超，瑞超千瑞超，有冇字啊？有攞把字啊嚟啊！我叫曬啊！俺爸要支字嚟衰啊！咩難字叫啲閪啊？有冇字啊？唔攞把字啦，係我幫我字一字啊！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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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啲啲上嚟，好啦，接。意味人咧，長者老人家咧，慢慢行一上翻嚟曬啊！我想，係啦，嗌佢幫手下，銀包仔阿麻仔等等啊，曬你啊！陳瑞超啊，上嚟啦嚇！嗱，陳玉琴，陳玉琴，黎小姐姐姐嘅就係姐姐嘅，係啦，服務下先，六請麥啊啊好。麦慧琼，麦慧琼，慧阿麦慧琼，慧琼，慧琼，阿慧琼，陈兰叶，慧琼，慧琼，陈兰叶，陈兰叶，麦娇婷。麦娇睇，麦娇睇，鞋底啊，下鞋底好啊吓，系我哋呢边下下啲鞋底啊，啊，陈慧耀，系咪男数嚟噶？姚叔啊，姚叔啊，姚叔系嘛？陈慧耀，耀系嘛？陈慧耀，会有啊，会有，有，啊。阿姚，哦，好啦好啦好啦，哪呀哪呀，啊，嗰一带，好好欢迎欢迎，系，大家先嚟噶，慢慢来慢慢来啊，欢迎，陈美玉，陈美玉，陈美玉，喂，哦好嘅，由我哋边几位我哋呢个派发红包咧？我哋派发红包嘅嘉宾啊，我哋啲出嫁女系嘛？出嫁女代表系咪？嗱，我哋啲礼仪小姐啊，而家可以撤一撤场啦，攞落嚟啦，攞落嚟，我哋即刻派红包，快快脆影相啊，唔好晒亲啲老人家，快脆少少，快脆少少上来。好，有请我哋派发奖者孝敬红包嘅代表，系啦，请苏眉啊，换靓，快少少上嚟啦，啊，唔使使惊啦，老人家，慧英啊，居明，吉航，吴平，张怡，苏芳，同埋婷婷，啊，阿勇，魏坤，萧款，时明，顺英，石门，姚红。平波、艾波、燕冰、吴尚、燕子、石门、巴牙、金和、金凤啊，麻烦嘉宾上嚟颁发一下吓。好，我哋一个队列上去先。我哋嘅摄影师注意拍摄下，其他嘅人员就唔好上去啦。同埋咧，我哋嘅家属代表啊。是長者的家屬代表就站在旁邊，我們禮儀小姐就站開就可以了。
啊，盡量快少少啦，我哋曬嚇。驚和啊，驚縫下，驚和。好啦，排好到上啦嘛，排好到上啦嘛，曬啦，嚟啊，嚟啊。好啦，快上啦，快快快。嚟，我哋拍白綠色嚟，快上啦，上啦，上啦，前啲攞面搞台嚟曬嚟，快啦，快上嚟先嚇。好，一個嚟，一個嚟，我哋要影相嚇。我哋要影相，我哋要錄影啊！一個再次在这里祝愿我们各位长者多福多寿身体健康、同样在这里感谢呢我们派发出这个孝敬红包的各位嘉宾王家下安东安华一生无计烟健康好这边也是这边向这边打侧身呢邊向呢邊打側身，係以我哋呢位叔叔咧係以中心啊打側身，輕輕打側身，上邊嘅靚女都係輕輕打側身啊，好，兩個好朋友攬啦，攬狗啦，好，仲有邊個？仲有邊個？黎齊薇，黎齊薇，好啦，啱啱上嚟嚟啦嚇，黎齊薇，嚟叔叔你，係啦，叔叔你。这个叔叔要行过呢啲我，啱啱指你啦，系啦系啦系，系啦你都系啦，喺中间群嘅位置吓，啊系啦，你嗌鬼要演员位置，冇自己见吓，好啦好好，还要两个人啊，所以啊好好好，系啦快手少少快手少少，系啦可能咧翻到祖屋啊吓睇睇系嘛，望住正中间嘅摄影师傅镜头。欢迎我哋海外嘅中餐回乡，点赞，热烈欢迎，欢迎回家。系啦，喺呢度咧，更加要大大声咁啊！多谢咧，我哋各位华侨啦，捐资捐款啊，多谢大家，好好好好，请回座，请回座，慢慢。
Bye.